妈妈看。你喏，你妈，你喏，要拜的，要拜崩的。说拜你。大家好，我是小雅，来自老挝，今天来看雪喽，好高兴啊！好漂亮，这里是四川洪雅七里坪。对。好好玩呀、啊！哇！今天我们。过来玩了，还没走到哪里，看见雪就激动了，就在路边这里玩。你看我好像、哦，徐浩、啊，哇，你站在妈妈身上了，哎呀，好，一二三，太好奇，高兴得很哦，好漂亮，来来。看雪喽，好就好，好不好玩？好玩吗？好玩。Lady Go 在哪里？在我们四川这边也有雪哦。好就好，好不好玩啊？一搜，哇！今天大嫂也很高兴，哦，高兴得很哦。欢迎好，从我们家来到这个地方也不远啊，不远，有没有两个小时啊？姐，我们两个多小时，两个多小时就到了呀。啊，好美呀、啊！大家看，一片雪。哇，老妈，你要去迪拜啊？有，太美嘛。你是来看雪的，你穿衣裳像要去迪拜一样的。我现在你买来看，有人打了打了。太冷了，看后面，太美了这里。黄俊浩也算是第一次看雪的，我呢也算是第二次。上一次是去那个鳌美山玩的，鳌美山也是很多雪，然后很冷。好漂亮这里，但是有点问题，找不到地方住，因为要来的时候呢也没说准备的。想来就来是这样的，说走就走，说走就走，走到这边来了。然后现在是我哥再去找那个住的地方，我们要在这边住一晚上。好冷，看他们在对。谢谢黄姐好。妈妈，哎，我有梦想，就是我在老挝呢，我也有梦想，想来见雪。是来到这边是真的也有见雪了，是算呢也是很满意的了。下一个地方呢，我很想去的是重庆，我想去看那个。有一个地方是站在那里，然后有一个火车过去的那种，我觉得很好看。下一次等我老公来了，然后去一次重庆。当时我们也是，从老挝来的时候呢，我们也是在重庆隔离的，但是不能出来玩。在老挝呢，是天气是热的，然后雪呢就不用想了。看不到，天天都有太阳，很大的太阳的，很冷。就到这边呢，我也是
也看到雪了，也是梦想呢，也是成了。等以后疫情过去了，然后我就想带我父母过来玩，然后也想带他们过来看雪。好漂亮！好，金妈妈姐，来嘛！不行，我来，你看，两层了，好好，妈妈。我来帮你打一打，好不好？好的，好的。不要，你也过来嘛。不是不是，你也过来，我来这里。手冷，好不好？我来这里。嗯，别讲。拉在我头上了，不吓人，不吓人。你要唱 Let It Go， Let It Go 啊！这个菜我没吃过的，今天晚上的饭很好吃的，快吃饭红就好，味道还挺不错的，快吃饭嘛。我们今天晚上呢就不回去了，我们在这里住一晚上，给大家看一下啊，这房间是360一个晚上的，后面还有风景，大家看一下，还是可以，360块钱，好像好看，等一下开个视频给我们看一下，看一下中国的雪。哇，这边的景，这边的景还是好看，还可以，360，还可以，是有两张床的，两张床，然后还有卫生间，卫生间还是宽的，是这样的，还行。我们也是好不容易玩一次，直接睡一个晚上吧，明天就回去。我妈妈看。บัดน้ำลายบัดบ่มีเด้อบัดบ่มีโควิดล่ะสิพามาเล่นเด้อลาวบ่มีอิมาอยู่ลาวบ่มีอิมา刚才我给我妈妈开个视频，我妈妈说这个地方很漂亮，太漂亮了，她说很想来看，我妈说等没疫情了她一定要来的，她要坐火车过来，她这样说很激动，她说这一辈子呢他一定要来看雪的，因为是还没有看过雪。我也期望疫情能够过去快一点，想带我父母他们过来玩。在那边就看见雪山了。